哦，今天农历12月16号，尾牙，尾牙，种菜的哈，种菜种水果的农夫呢，要拜土地公，拜好兄弟，他烧那个大白金，有红色的纸贴着，写个福，大白金，然后另外还有九金、高金、九金、宝爸金、高金，前方的女众说他。要拜土地公，结果种才种了几没几颗番茄，要收成300斤，收成300斤哦，感觉很好，所以他每年都有拜，每年都要拜，拜一拜以后挖个洞，先烧给土地公的大白金、宝宝金，然后烧给好兄弟捧的九金，风大要在这边守护着。要防范火灾 哦，烧这个金纸以前表达诚意，还要得到温暖。你看，在寒冷中呢，因为有这个火得到温暖，调和地水火风。拜啊，三炷香，三炷香啊，烧到一半的时候再烧第二次，第二回合，烧到一半以后才可以烧金纸，烧纸钱，还有土地公，还有好兄弟，发信追信差不多信，这种代表，还有一挂物件啦。当用也享用。